Hello，大家好哈，我们现在还是在京都的商业中心市中心散步。今天是第三期哈。我现在在等红绿灯。这地方很多红绿灯，距离非常的窄。这是公交车站哈，夏天上面会喷那种凉气。之前跟大家说过，日本的地铁站城市里面呢有好多入口出口，这。附近乌丸和河原町有10多个入口和进口，一般的小巷子拐进去都有入口和进口。里面好像有个小巷子，我们进去哈。批评。挺有意思哈。前面是一个苹果 4S 店哈。因为疫情啊，现在是预约制。蓝衣服的都是工作人员。中，一个证券公司哈，证券公司。
很多学生啊在逛街。这是一家人偶店哈，这个东西特别贵，在日本。看着挺瘆人的，是不是？这家应该很有名。很贵，但是很害怕。我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里，然后剩下的视频大家可以慢慢的看。如果喜欢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、多多的评论。弹幕也可以走起来，因为最近要整理的视频太多了，全部的录音时间没有那么多，效率比较低，所以说开头会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。我们下次再见。